多肉他家的熏白片太薄了，就是容易碎。烟熏味道很浓，就是一吃话那猛的一股那个铁味儿，但有点那个白小片儿，不是白小片儿，是白大片儿，有点硬。但是很薄，还裂开碎，就是啊，不过很香。还吃这个条吧，这条熏成半燥的了之后它有点偏粉，很酥很酥。多肉他家的熏白片太薄了，就是容易碎。烟熏味道很浓，就是一吃话那猛的一股那个铁味儿，但有点那个白小片儿，不是白小片儿，是白大片儿，有点硬。但是很薄，还裂开碎，就是啊，不过很香。还吃这个条吧，这条熏成半燥的了之后它有点偏粉，很酥很酥。新到的重口味红白丝魂还没有到，这个颜色通红通红的，我感觉有点像砖头。
真的是重口味儿，唰，有点苦，外层烟熏的这种苦，我的牙休养几天吃这个伴奏还勉强吧。有点苦，新拆一半，也是那种通红通红的。因为我选的是重口伴奏四混，这个程度我感觉是对的，只不过我不太能吃。没事，要微拌到啊，发过来的就跟烟熏黄土似的。所以说我这回要了半道，我以为他会给我发过来微拌到的，结果真是半道了。